报市长，你可别再敲泰国了，再敲就要再走一兵大将。北市五官员李志多最新消息是，公务局副局长兼新工处长黄志峰预计六月中议会总质询后，将被桃园市长郑文灿挖角担任公务局长。黄志峰在柯文哲上任后，负责执行忠孝西路公车道拆除工作，忠孝桥也到拆除等重大工程。目前负责四大运徐守春新建工程、北投缆车后续协商等重要业务。他的离职对柯市府来说有不小影响。只能说柯文哲上任后，嗡嗡嗡，敲掉不少政府首长，包括。